我问你，一生养了几个？回大福晋，老夫人曾生养了一儿一女。什么叫曾生养？是夭折了，还是卖了？是送人了。啊？ 两个都送了，对，都送了。谁让你嫁了一个没本事的男人？哎呦！门老师傅，哎呀，门老师傅开饭了啊！今天呀，特意做了你们几样爱吃的。哎呦！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！ 哟，哎呦，来来，靠着靠着靠着，哎呦哎呦，你怎么了你？哦，这两天也不知是怎么着，我这个肚子这一阵一阵的疼，哎呀，啊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，那我给你看看，你这是不是以前有什么刀伤啊？啊，怎么就会腹痛了？这，别不是以前害下什么毛病吧？以前什么病都有，可就不曾有过腹痛。这，哎呀，要不我送你上趟茅厕啊？啊啊！ 来来来来，我背你，快快快，来上来。哎呦！哎，老伯，请问这有姓戴的人家吗？大嫂，请问你们这儿？ 有没有人家祖上是制香皂泡的？不知道。小弟，敢问贵姓，是否住有戴姓人士啊？ 是张冠李戴的戴。大哥，是猎户吧？保您两百马，一枪放在一头豹子。真是好听。 可惜今天没带银子啊，没事儿，大哥，我知道你们那儿叫俄国兵站了，日子难过，这枪拿着吧，银子的事儿等打着猎户再说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哎呀，拿着吧，我这儿啊还有两下弹呢，拿着吧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哎。 你是打刀的还是造枪的呀？喂，大个子，人家问你话呢。什么人呢？一点礼数不懂。猴子，讨到银子了吗？回太后。 标下就是只帆布出如来佛掌心的猴子。太后知道标下有条贼船，标下哪里还敢化缘？哼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贼船，现在整个大清都找不着那样的铁甲舰了。大是大，但那东西老的已然快开不动了。怎么？ 今儿个捡起我不爱听的字眼了。标下说的是船，说的是船。哼，记着，抢来了钱，省着点花。紧着把朝廷的枪修好。这一年多，日日请皇安了吗？回太后，标下日日请，无一日懈怠。嗯。
好生带着我那二撒兰，不准欺负他。标侠不敢。标侠看见大福晋，就像看见太后，标侠看见大福晋，标侠心里就想着太后，我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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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的时候我有些恩赏，带给你媳妇儿。启程的日子我也替你算好了，后个50。猴子，起来吧。大总管，夏总确实没发现侯秋满有什么异样。这猴子将要掌管朝廷十几万杆的兵枪。要出什么幺蛾子的话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大总管，你放心，如果发现什么情况，我及时向您禀报。拿捏的对，别什么都急着禀报那个烟货。讲那侯九满是个能人，就让他先好生办着。不过，枪炮乃我等命根。也得小小不然的帮那侯九满悠着点儿，别叫他把枪权越整越大。布堂大人所虑极是。你们说说，是不是和门老先生有些相像？是。哎，你们别吓着他，这一路上他就没怎么说话。鬼哥呢？比大哥小一岁。尊名。门刀，多怪的名儿。玉姑这趟回来好像话多了哈。我本来就爱讲话。梅斋，啊，败子后人还是未寻找到。没有，也许孩儿们应该再多寻几日。走吧，再不南行，太后要生疑心了。何况更不知门老先生伤患如何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奴婢阿尔萨兰谢太后老佛爷隆恩。来人，将太后恩赏搬入大福晋房里。是老爷。大师傅。大人，大人。大师傅，身子如何？老爷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傅怎么了？标下走时，看这几处刀伤，并无要害之事啊。回大人，前些日子夜里闹贼，大师傅怕是被吓住了。局里戒备森严，且又住在你的斋房，怎会进贼？
小的猜测，这局里有几百号工匠，难免会有些手脚不太干净的。算了算了，老爷要是有事儿，先去忙吧。夜里过来，小兰儿有话说。也好，也好，你们祖孙几年不见，有什么吩咐，让下人告诉我。爷爷，您这样子不像是外伤啊。老爷寻找什么？我让人带进府里那位。哦，那位老妈妈呀，她说今天的菜少了几样老爷爱吃的佐料，刚刚出门才买。怎么回事？刀儿，见过大福晋。哦，大福晋吉祥。这是门老先生的孙儿。哦，坐吧。坐吧。是。刀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侯府一员，啊！来，孩儿们，辽东一趟辛苦，来，阿爸与你们喝一杯。啊，我等谢阿爸，谢阿爸，谢阿爸。阿爸，您就坐在这儿，我等陪阿爸好好痛饮。对，阿爸坐这儿也好，且当今日过年无分大小。好，吃吃，啊，门大哥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您这是？阿爸，这。你们先出去吧。不出去，你先讲清楚，为何存心羞辱我们的母亲？莲儿，是阿爸，玉姑。我就不走，我横竖要听个明白。阿妈，你先坐下。坐下。哎，要听别插嘴啊！我知道，你这人呢，一向大山若水，一向与世无争。不管孩儿们听你的，仆妇杂役都听你的。啊，对了，最近这些日子，在这府里边，你是否看到？有哪些人物是那个，是那个大福晋一伙的？啊，你这是让阿妈？不要插嘴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老夫人怎么会猜到？老爷是让我做安装的，可耻，可耻！放肆！这些年，阿爸一直是对你一忍再忍啊。既然已经当面辱骂尊长，玉姑为阿妈不平。玉姑，玉姑，你现在事事的愈发暴力了，怎么开口连你阿爸都敢骂了？罢了，罢了，罢了，罢了。你我前世就是仇人，大仇未了，打到今世来了。你等着，你就会看到我是如何对待你的爸妈的。荒谬，荒谬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你要纳你的前妻为妾？正是。而且老侯一出此言，如白染皂，绝不可改。可悠悠千古，为官为身为民，你听说过如此离经叛道、不伦不理、骇人听闻的事吗？你无休无耻，你骨肉儿女的颜面，你也毫不顾忌吗？他们的阿妈年老无依，此时这样做全为他阿妈着想。再说了，此事虽是常理，却未丧天伦。你，那我呢？儿萨兰的婚姻是太后亲赐的，你如此儿戏，置尔萨兰于何地？置太后于何地？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太后当年赐婚，明言不准老侯休你，但是没讲不准老侯纳妾，更没讲不准纳何样的妾，是纳个老的还是纳个少的，又无伤国法。泼皮无赖，你给我请干啥呀？这事还让老侯请皇恩呢？请！哎，至于吗？来人！有几句话交代，我还好上路了。怎么转眼的功夫？小老儿跟了你这么久，我没认错，咱们中国的造枪制炮的大爷就在你后舅满接着了。老侯，千万千万要给祖宗续上香火，强兵强国，强兵强国呀！大师傅，您老不要多想，表侠还要与您一同为大清制造枪炮呢。道儿，爷爷，你过来跪下。爷爷，你冒死入关，寻找制枪造炮的帅才，找了这么多年，道儿刚刚见着您了，您可不能走啊！道儿，咱家有些事儿，爷爷不曾告诉你，我们并不姓门，而
是门中出歹星，我们是戴子的后人呢。戴子之后，世事被官府严加管束。可到了爷爷这辈儿啊，稍许松懈，这才得以悄悄入关。大儿啊，爷爷，你将爷爷教你做的东西，拿出来。记下，老啊，其实小老儿，明日让松儿来给我松松。其实我是让他入你门下。今后你会发现，这孩子身上有奇异之才，必能助你抢跑大业。把师父信侯九满入中鼎，侯九满定还大师父诺山元。爷爷，您不能自了啊！爷爷，大师父这是怎么了？爷爷有内疾，痛楚难忍。他就是想屏息自残，啊！大师傅，你不能啊！大师傅，爷爷，你不能自了啊！不能自了啊！爷爷，爷爷。我站凳，你站地，我高过你，大过你，你戏奴，你下面是什么来着？你戏婢，你戏奴，你戏婢，见人见面。妹妹，哎呀，我撕了这奇女！回来，妹妹。
阿爸准他如此出出气，就让这场戏快点过去吧，要不然阿妈更加难堪啊！哭，听大哥的，听大哥的。你这该杀的，有何可笑？启禀皇上，启禀太后，越局首批黎明敦兵枪已改装完毕，经南苑团河靶场验射，渐渐精力，无一支遗存后门走火之旧机，且射准、射远，较之以往，提升2至3成。好，好，好，重重的一响，侯军满。不仅如此，越局幕下正在研制无烟药和新弹子，如若成功，新弹子的子力、射远将成倍增加，大大优于同类洋枪。为相宜改进，此批兵枪暂未发回。嗯，重重的赏，重重的赏。枪技修好，就发归各营；弹子弄成，另发一颗。造好枪，造好炮，已是各枪炮局的本分。一赏，从缓。不是我在朝堂上驳你的面子，那侯九满是做了件好事，可这侯头也招时可杀，竟然将休了的老婆重新纳回做妾，极尽轻慢，嘲弄我大清唐太后的赐婚。娘，皇阿玛就杀了。为何一直不愿回府里住？侯大人，这无烟药就快试制成了，带到住在局里方便一些。大师傅果不虚言，道儿真乃奇才，小小年纪摆弄这枪炮火药，竟如此神奇。大人过奖了，待到小时。除了为主家放马，再就是跟着爷爷为人造一些猎枪子药，这些全都是跟着爷爷学的。无论如何，道人，今晚回府里吃饭。侯大人，就算给老侯一个面子。妍儿，再去叫你额娘。阿爸。再叫也无用，他讲了，他一人一桌，倒像是成了这家的小婆。天天在卧房吃食，他倒不怕，像是成了囚犯。还是让贱妾回房去吃吧。坐下。莲儿，你去叫。回阿爸，孩儿刚才已经叫过了，可额娘说，说。再不准一个姓侯的进他的门。哦，那带刀试试。那就有劳刀儿了。福晋，大福晋，我是带刀。进来吧。大福晋，
侯大人，请您。你真的是叫门刀，或是带刀吗？二三兰，你还记得蚂蚱吗？蚂蚱，你真的是我阿玛家放马的那个蚂蚱哥哥？是我，二三兰，你十三岁进京备选宫女，还是我赶的大车？你还送了我一朵白橘子。是我是我，兰儿妹妹，你怎么嫁了个大你那么多的？自打你二年首次见面，老侯便猜到了你二人应该相识。也好，大福晋从此有了一个故旧，也好说说话解解闷儿。只是你二人最好不要公开呼名唤姓啊。吃饭吧。戴大哥，你是怎么劝说的？他怎么就听你的呢？是啊。都听着，我侯府的人今天便算是都聚齐了，我有几句话尔等谨记：侯家世母皇恩，代代忠良，到了我辈国难重重，更需使之效力。侯九满肩负着朝廷大差，无心家事，尔等若有为社稷更好，无为则各安守本分，顺服尔等阿妈教化。大福晋乃我圣母皇太后隆恩赐婚，尔等需更加尊重，绝不可造次。刀儿。带刀在，你家爷爷将你托付于我，若没有异议，侯府愿收你为义子，抬举杭儿，你可愿意？谢大人，侯大人恩深义重，但带刀世代不一，难受豪门约束，您就由着带刀，我行我素吧。你不忙回答，刀儿可再想想。二哥，妹仔每次做焰火的气料都在这儿，这焰火的高度和稳定性总是不足。妹仔，你这药里面少了一成消绵，至少多了一成半的色料，这样的话，非但颜色不会更艳，反而影响稳定。是啊是啊，我为了让焰火的颜色多一点，就多放了些色料。对，还有你这个箫，质地不纯，是用火房的墙土熬制的吧？是啊。你其实可以稍稍加一点羊油。
你闻闻看看，就能断出这许多名堂。顾爸爸，那个带刀，竟然是侵犯之后。住口！老爷。嗯。贱妾一直想问，老爷为何执意要用这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将妾身召回？夫人无错，原本夫人就不该离开侯府。今后啊，夫人不用以妾自称。目下你我儿女都到了婚嫁的年纪，怎能没有夫人操持？特别是玉姑，这女子天地不怕，鬼神不敬，为父疼，不知如何呵护，大不知从哪儿下手，早已筋疲力竭。还望她阿妈看守把持。贱妾也管不了她，她的脾气秉性太像老爷了。她像我？她哪有一丁点儿？她真像我？二弟，你说阿爸如此的惊世骇俗，对阿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啰嗦，告诉你，名不好，实好。这名都不好了，实还能好吗？老侯召回阿妈，其实并不是为了管教你我，而是为了掣肘大福晋，使这侯府名为额娘当家，实由阿妈掌理。如此，侯府的帝后之争，帝党便可得些自在。慈禧那一套夫妻分治的小把戏，配老侯这一手两宫并立，一下子消解了许多。有如此玄妙？当然。老佛爷把朝堂上那一套塞进侯府，老侯则把光绪皇上的教训记得清清楚楚。老佛爷治国如治家，老侯治家如治国。哎，这如今朝野上下，无人无处不使奸用诈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。好美，果然大不相同。二哥真乃烟花祖师，李田在世。我中华隋唐便有烟花，到了北宋，甚至能精巧地放出显现戏中人物的耀发傀儡。然而，火药未成利器强国，道理，就连玩耍的秘技也都失传了。过去只知道骂着哥哥会放马，却不知道还是个制枪造炮的巧匠。也许大福晋的阿玛知道，还望大福晋在家书往来时，不要提及带刀和爷爷入关的事，而是一起在大草垫子上策马狂奔的骂着哥哥。怎么会是侵犯之后？大福晋，广州又有许多好看的白驹，望大福晋能像儿时一般，欢愉快活。带刀回局里了。亲爱的老板，你好啊。查理船长，何事儿？听说你这里来了一位生米人物，早的抢单都炒过了我们英国的工程师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就那几个洋工匠，还不是当年你和瑞良弄进来的，不是海盗兵痞，就是二半吊子。
标下正盘算着裁换呢。你有何事儿？老板，虽然刺推我的朋友不单是毁约行为，而且是对我们大英帝国羞辱。这样吧，我要与这个神秘人物决斗。